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我是赵廷玉，马上也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CIMI 指出，九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37.2亿美元，为今年次高。各国呢积极自建半导体供应链。那么产业分析师表示，哦，难度高。富邦经理投资金融事业引发揣测。而光阳 IONIQ 3.0换电站破600站，年底呢目标1000站。好，接着带您关心台股、美股呢，涨多跌少，雅股今天同步走扬。那么台股早盘小涨开出之后，台积电等电子全指股遇震乏力，台塑四宝、钢铁跟金融指标股呢也走弱，那么指数是翻黑震荡走低，一度回测16800点关卡。那么随着低阶买盘涌现，指数是跌幅收敛翻红。法人表示，哦，美企财报释出佳音，带动国际股市走扬。虽然台股技术指标转强，但是在17000关卡前呢，量能还没有明显放大，难脱整理震荡格局，提供给您参考。哦，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统计，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九月出货金额回升到37.2亿美元，月增了1.7%，较去年同期增加的35.5%，是历史次高水准。有媒体报道，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虽然有新台币1000亿元资金到位，不过因为英特尔出高价抢工，建厂成本大增，亚利桑那州厂建厂工程比预期延宕了约2个月。对此，台积电22号否认工程延宕的传言，表示亚利桑那州厂依计划进行。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预计在第一期厂房将于2024年第一季开始以5纳米制程生产，月产能20000片。记忆体大厂美光宣布，未来10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资本及研发支出。美光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外商。之前有外媒披露，美光将斥资8000亿日元在广岛投资。世界贸易组织20号举行了第8次对中贸易政策审议会议，美国、欧盟、日本、英国、澳洲和加拿大都参加了这场自2018年以来首次对中贸易政策审查。传出与会国的炮火猛烈，有高达40个国家对中国提出了1600个问题，挞伐中共以商逼政，霸凌成员国。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裕隆跟鸿海合资成立的鸿华先进，短短1年就开发出3款电动车，并在鸿海科技日首度呢公开。裕隆集团执行长严成立连宣布，纳智捷跟中华品牌将是鸿华先进的首发客户，并预告纳智捷电动车在2023年就会量产上市。那么售价不到新台币100万元，将跟特斯拉和福斯的平价电动车较劲。严成立连执行长，鸿海科技日一开场，裕隆集团执行长严成立连一身黑色套装搭配红跟鞋，乘坐白色 Model C 电动车出场。这是裕隆与鸿海合资成立鸿华先进推出的3款电动车之一。严成立连表示，短短1年就端出成果，是台湾数十年汽车自主研发能量的展现。裕隆集团的纳智捷及中华品牌将是鸿华先进品牌产品平台的首发客户，裕隆集团的自主品牌电动车将结合鸿海集团的资源再出发，为市场提供崭新的移动体验，请大家拭目以待。严成立连接棒裕隆集团后，积极朝转型发展。营收方面，上半年获利已见成效。电动车布局上，裕隆表示 ，Model C、Model E 2车款首发客户都会是纳智捷，在2023年底前先后量产上市。中华汽车也规划采用 Model C 平台开发自有 CMC 品牌的电动 SUV 车，预计在2到3年内量产上市。产品推出之后，要面临的是规格在2023年是不是还有像现在一样的竞争力？
然后消费者是不是买单，充电网络的部件是不是能够充足。这三款电动车在量产之前，其他竞争对手早早卡位。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将推出$25万，约新台币70万元的平价电动车。福斯也预计打造约新台币60万元的电动车 ID Life。纳智捷首款电动车 Model C 预计售价新台币100万元内。各大厂积极发展电动车，就看谁能先量产，抢得市占率。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好的，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彭博社加密货币总市值持续创高，已经突破$2.7兆。金融时报，川普宣布成立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明年第一季开张，抗衡 Facebook 跟 Twitter。华尔街日报，特斯拉第三季营收呢，并没有受晶片荒影响，卖出24万辆，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2%。日本产经新闻，全球百大最有价值品牌出炉，日本 Toyota 呢位居第7。好，消费者保健养生意识抬头，但是如果更能方便使用呢，许多人会联想到冲泡饮品。食品大厂抢攻商机，纷纷投入研发，那么市场竞争激烈，有先进业者就锁定有机领域研发制造超过16年，以独到的干燥技术呈现食材原味，成功拿下有机谷物冲泡饮70%市场。进入秋冬是冲泡热饮的旺季，食品加工厂产线全开。我们东西是可以放的，跟罐头一样可以放的。但是我们生意还算蛮好的。哎，怎么呢？疫情来的时候，行销怎么变成比以前更好？有时候倍速成长。受惠防疫需求，台湾食品制造业2020年第一季产值1126亿元，创历年新高。保健营养食品产值也升温，其中以综合谷粒及冲泡谷粉市场占大宗，产值约64亿元，迎接养生保健风潮，市场竞争激烈。因为食安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怕添加什么东西嘛，在香料啦、寿司啦，还有什么增量剂啦、奶精啦，这个东西啊，都会怕嘛。所以你要找出东西的原来的味道，原来的味道你要怎么找？你要把它制成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做出来。为了呈现食材原味，洪东波引进双轴滚轮干燥生产线，把原料处理成雪花片状，进行配方混合。因技术独特，农委会曾寻求合作。洪东波团队更在2006年开发出全台第一个菇类即溶谷物粉。现在怎么调？那我们就用香菇粉来做，不是用香精，我们香菇粉来做。那香菇粉的那个东西也不好拿，还不好弄啊，因为十几年的东西是历久不衰的。研发团队也长期和嘉义创新研发中心技术合作，开发多款饮法友善食品，获得农委会奖项肯定。你做的越久的话，你就会越怕，因为懂得越多，懂得越多，你就会感觉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加的。慢慢你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个良心出来了，这良心就慢慢产生的啦。你要做恶也困难了。那时候我们就想，那如果做不添加，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就转型做旅游技术。目前台湾有机冲泡饮市占仅有10%，洪东波选择了一条狭窄的道路前进，并且打破有机高价位的观念，向进口商提出平价的想法。找那个原物料进口商，跟他谈价钱，你能不能降一点价？啊，降价不是我要赚的，降价我想啊，你降了价的话，我以后做末端售价会比较低。谈到后来，大家说可以哦。市场做大的话，你不一定要卖贵嘛；做大的话，你赚的钱一样赚了那么多嘛。16年来，洪东波团队专精冲泡类谷物粉食品领域，成功拿下有机谷物冲泡饮70%市场。洪东波说，不变的核心价值就是安全跟真。安全跟真嘛，啊，我是想做真的东西给大家吃了，啊，做安全的东西给大家吃。这种公司不变的那个定力的，因为食物本来就要用真的东西跟安全的东西给人家嘛，那其他你就不要谈了。面对未来，洪东波朝全龄化发展，让1到100岁的海内外华人都能品尝到台湾用心的好味道。带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10月26号，联发科力神旺宏法说会；10月28号，苹果公布财报；10月28号，日本央行宣布利率决议；10月28号，美国公布 GDP 季率初值。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我是赵廷玉，我们下周再见。We'll be right back.